average IQ, great performance in the Marines, but you gave up. Drugs, petty crime, never had a job. Who are you? Your father saved my life. Dean says you're fair game. Boys, I've had a rather emotional day, so whatever your beef with Eggsy is, and I'm sure it's well-founded,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just leave us in peace. You should get out of the way, Granddad, or you'll get hurt. Manners maketh man.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hen 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 Are we going to stand around here all day, or are we going to fight? Sorry about that. Needed to let off a little steam. What do you see? I see potential. Kingsman is an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operat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discretion. If you're prepared to adapt, you can transform. Into a spy. Interested? Oh, yes. You are about to embark on the most dangerous job interview in the world. We're here to test you to the limit, to enhance your skills. Train for the evil out there. Mankind is the virus, and I'm the cure. Sounds like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Do I look like I give up? Son of a bitch!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X 战警》的导演推出强档斗作巨片《金牌特务》，被誉为是他个人至今的巅峰之作。今天很高兴邀请影评人膝关节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凯英好，各位好。《X 战警》的导演应该是在很多动漫迷的心中的最佳导演哦。那他的新作《金牌特务》还是一样很惊艳，对不对？所以膝关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好，我先说啊，因为主持人已经提到他是 X 战警的导演，他其实是拍那个 X 战警第一战 First Class 那个片的导演。他大部分 X 战警的系列是由那个 Bryan Singer 拍的，但是其实有趣的是，虽然 Bryan Singer 是创始拍 X-Men 的这个导演，可是后来大家觉得说是马修·范恩他中间拍这个前传第一战这个片的一个规格跟情节，反而吸引了很多人。大家觉得说这个前传其实拍得相当出色，相当出色。对 ，X 战警后来的续集其实也是找马修·范恩要拍，可是马修·范恩当初就拒绝了。为什么？就是为了拍这个片。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说，哇，那还好 Bryan Singer 去接手拍那个未来昔日，拍得还不错，要不然这个账可能要算到马修·范恩头上了。说你怎么可以叛逃 X 战警呢？加上马修·范恩之前还有另外一部一样是改编自漫画的一个作品，叫特工联盟，那片也拍得相当的有趣，而且血腥，而且有些创意在里头。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讨论说，其实马修·范恩算是交出这几部剧情长片、都没有砸锅的一个导演。而且他对于一个情节如何推动，如何煽动观众的一个肾上腺素的狂飙、我觉得马修·范恩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我们回到这个主题，金牌特务这个片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其实老实说，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听到金牌这两个字就觉得是，你是要怎样，倒退三步，你是要卖啤酒吗？就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一个名称的感觉哦。可是我跟大家说，因为其实他这个英文片叫 Kingsman 哦，所以可能是从这个 Kingsman 这个字音转过去，所以他们决定要叫金牌啦。所以加上这个片又在过年上的哦，金牌好像是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啊、所以我在这边奉劝大家不要被这个片名误导了，不要觉得这个片名很怂，拜托求求你。好，是是是，我承认，就是你跟你的亲朋好友说，哎，咱今天来看金牌特务，有就你可能会被你的朋友翻白眼啊。可是跟大家说，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讲到说，哎，这个片的导演是拍过金牌特啊，不，拍过那个 X 战警 First Class， 拍过特工联盟、那也许你这些朋友看过电影的人就会觉得，哦，那两部片蛮好看的。那可能他就会间接对这个导演有一点信任指数会加分。所以这个片讲的是一个街头小混混，他如何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间谍情报员的故事，其实挺有反差的。而且这个片啊，大家可能其实这样一字排开看到那个海报里面的明星阵容，其实你对男主角其实很陌生，但是你对另外两个配角，山姆杰克森，然后还有那个
我们的柯林·福斯先生，你会比较熟悉一点。嗯，特别是你看到柯林·福斯在里面，大家对他过去的印象都是一个拍文艺片的。文戏的，嗯，对，你怎么可以让一个英国的绅士突然变成一个会打架的人呢？所以我觉得《金牌特务》在这整个故事里头安排了非常多的反差的元素，也是因为这些反差，所以会让很多观众在看这个片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觉得哇，你也可以这样拍哦！你会觉得这个片处处充满了小小的趣味跟惊喜。惊喜，所以其实听起来像是特务版的 Cinderella。是很通俗啦，很、嗯、其实现在是快二月嘛，二月，其实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们遇到福斯海外的人，他们那时候就说，因为他们当时就看了还没有做特效的版本，大家就已经觉得很好看。阿娘，那家喝垮，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拍？所以我其实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去看这个片的。我抱持这么高的期待去看这个片，我都没有失望了。你觉得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不看这个片吗？是，那马修·范恩其实他自己也是007的铁粉了，但是他打造的这个 Kingsman 是英伦风情的特务机构。Kingsman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构啊？其实他有一个历史背景，他讲的是那个在一次大战之后啊，因为太多在欧陆的贵族，他们遗留了非常多的遗产。嗯，然后这些财产可能都没有人接受，因为你知道战争的关系嘛，嗯，所以就是有一群像骑士精神的人们，就是接受这些贵族的财产之后，他拿来想要打造出一批新的情报员，而这些情报员他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大家知道吗？007是效忠谁？英国女皇嘛 ，FBI 效忠谁？这个大家都知道，嗯，对不对？那各国都有各国的情治单位，他们都有效忠各自的政府，所以你知道。效忠各自的政府，就毕竟还是有些阴谋论的问题。对，可是 Kingsman 这个团体就很像圆桌武士一样，嗯，他们就是哪里有最奇怪的事情，是政治纷争也好什么，他们就会想办法进去摆平，或是解救人质。他们是为了服务一种道德的崇高性而存在的一群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隶属于各种政治利益之下的一种附庸。嗯，所以这个组织它自然而然它的骑士精神就很令人向往啊，是，因为它不隶属任何国家，它就是你知道它是更单纯的所谓的为正义为真理，对，这听起来有点怂，嗯，对不对？可是其实马修·范恩在里面他架设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对，膝关节，这次《Kingsman》里面有哪些就是特务的配件呢？特务，他这片拍很多特务的配件是有趣的，包括比如说。手榴弹其实是打火机，这个预告片大家都看到了，哦，然后戒指，哦，我没有戴戒指，戒指是一个可以发出电流，你在对战的时候你可以用戒指去电敌人，电击别人。对，嗯，然后你的手表可能有那个麻醉针，啊，这好像柯南哦。好，但是这个片最酷的地方是它片中的配件有在卖，你想不想买？老实说，我很想买哦。是，比如说主角戴的眼镜，哦，其实我看我真的有点想买，对，因为没有到很贵，我记得我查过，换算成台币大概10000出头。哦，那个眼镜啊，在片中超酷的，还可以很多虚拟的设备啊，还有传送阿迪布达东西很多，很有趣哦。然后片中主角穿的西装外套、裤子、皮鞋等等等哦。他都是有在卖，啊，包括您的手表有在卖，手表也在卖，对，可以麻醉别人的手表，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这应该会被海关没收。是，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完这个片，啊，我相信大家一定至少你都想要买片中的眼镜、手表跟雨伞。嗯，那雨伞不可能真的成真的，因为那把雨伞还可以防子弹，应该是不可能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那个网站我们都看到，就是各位可以上网去买，因为那个在。就是在英国的网站，你可以自己订，然后寄回来台湾，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看的都很想买，而且没有到很贵，真的。就是在我们买这些男士的用品啊、皮鞋啊、西装啊，它就是比中价位的产品再贵一点点而已，但不是离谱的那种数，只是大家买得起的。其实如果你看完电影，你也很想要穿得像 Kingsman 一样，这个欢迎你可以上网，www.什么 whatever 什么 Mr. Porter 就是我忘记了，嗯，就是，哦， Mr. Porter， 对，对，你可以去上网查出来，嗯，然后都没有到很贵，所以看完片的观众，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想要摇身一变成为片中的 Kingsman。 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关系，他让很多英雄电影就是很讨论英雄人物的内心欲望等等等，所以他就透过金牌特务这个片告诉大家说，好了，英雄也有很多劣根子，他没有那么崇高的情怀，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心的挣扎。所以这不是一个传统的间谍片，对不对？绝对不是啊！你就想象他就是一个有骑士精神的情报员放在里面。那当然，其实这里面最归功于原本这套作品的那个漫画的作者法兰克米勒，他就之前大家还很熟悉，就有《三百壮士》那一套漫画，很多漫画都是出自于这个法兰克米勒之手。他擅长于刻画一些各个国家的政治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底下会发生什么矛盾的事情，而且他也很擅长于在这些画面里面刻画一些比较暴力、比较血腥的元素在里头，所以刚好给马修·范拍，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大家如果看过《特工联盟》，如果你知道超杀女是谁的话，我相信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他的这些可以运用那些暴力的元素，做得很巧妙了，不会过度了，但是那几下的那个画面就会让你吓坏了。这一定要讲一下，我这个片里面其实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对片中一个角色印象非常的深刻，叫做 Gazelle。 他其实就是那个坏蛋山缪杰克森旁边的那个女配角，是他既是他的幕僚智囊团，也是他的第一号 number one 杀手。就是你很少看到有一个助手他可以身兼多职到这种程度的啦，还要帮老板做好你今天报告是什么啊，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帮你推过来啊。然后老板，而且这个老板还蛮有趣的，山缪杰克森这个角色他本身是一个看到血就会昏倒的那种反派，你有看过这么闹的反派吗？所以很有趣，他每个都有很大的鲜明反差在头，所以他那个女配角那个只有他，我都姑且称之他为那个双刀女好了，因为他的小腿就是两把刀，然后他的脚掌也是刀，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看到马修·范特地用一些低仰角或者俯角镜头去拍他的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恐怖，是因为他只要一抬腿，一瞬间咻咻咻。各位看到预告的时候，他其实你有看到那个双刀女在一个长廊里面在奔跑，然后瞬间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然后他就展现他的腿功，很恐怖。其实各位看预告片，你只能想象说他好像要干什么了，可是你看本片的时候，哇，那个血腥画面之精彩的，我跟你讲，你看了会这样子。一定要进戏院去感受那个震撼。对，因为好了，我觉得这个他那几个画面在电视是不能播的。对，所以他其实很聪明啊，因为这些所谓的暴力美学东西，在这个片里面啊，他就是那几个画面就可以把你吓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片有很多很酷的元素在里头。尤其饰演 Gazelle 的这位女演员，其实是曾经是马丹娜的御用舞者。对，她本身是一个在舞蹈上相当知名的一个表演艺术啦。而且她之前还有演过别的跳舞的电影，比如说 Squid Dance 第二集，她就是饰演片中的女主角了哈。而且也是因为她就是很会劈腿抬腿，所以你知道你要叫她在片中做出很多很高难度的腿的动作，很厉害，但不用特效，不用替身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很会抬腿啊，做很多很了不起的。他片中有一段跟男主角最后在很像那种，很像舞池的一个舞台上对打，那个画面，因为预告片没有剪出来，那个画面之精彩的哦，那个我现在想起来都还会有点兴奋，觉得很想要看第二次。可是 Colin Firth 他这次第一次挑战要做动作片，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呢？有。突然间从那个文艺大叔变成那个动作大叔了。动作，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好了，比如说连恩尼逊好了，连恩尼逊过去大家对他印象什么是辛德勒的名单，他是一个演文艺片的高手，他自从因为演了 Taken 即刻救援之后，突然变成大家看到他要尊敬他一样。你知道，因为电影就是有这个魔力，电影可以让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变得很厉害。对，相同的把这个公式套用在柯林·福德身上，柯林·福德瞬间突然很会打，用枪要领，掌握得非常好。他片中有设计一段那个教堂大战那一段，哇，那个很多近卫都是有点近乎是一气呵成式的拍法，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让你看到柯林佛斯竟然可以打架打成这个德行，很了不起。其实片中让柯林佛打了两场戏，预告片大家看到那段是很短的一段，他其实片中有那段教堂大战非常长的，那个看了会
其实观众也会喘不过气来，因为他的配乐跟他的动作节奏就做得相当好。对，所以听起来是血脉奔张，你也说这是一个超疯狂的片子，对不对？很疯狂，开场没多久就有很精彩的画面。我跟大家说，你看这个片千万不能迟到，你也不要去尿尿，你知道吗？你开场如果觉得你还在以为前面没什么，你就错了。啊，开场就有一场让我。我其实出来有问说这片应该是限制级吧，就出来说辅导级那还好还好还好，开场就很惊人的画面哦，所以从头到尾都不能缺席，绝对不能中场去尿尿，对对对，你不能尿尿，还好这个片子啊，这片还有点长，两小时多一点点，对，没有机会让你尿尿。观众朋友想要进电影院，想要被娱乐，想要享受一个情节，想要觉得哇还有更多，你可以再给我新的情节上所设计出来的高潮，它就是标准双高潮的电影。它到最后你以为那波高潮已经很好看了，就后面还有一波。金牌特务就是这样的片。这么嗨的片子，你推荐它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暴力美学怎么拍啦，过去大家看过很多的，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导演吴宇森，他都有他一套的暴力美学的东西。这个片它就是还可以开发出你没有想过的东西。因为我实在很想讲，但我很怕爆雷，爆雷是，对，我可以跟大家说，这是我史上看过死的最惨，但是却又很有趣的情节。什么叫做死的最惨，但死的很有趣？这有反差吧？有，你应该没有看过，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死的很有趣？我只有感觉他在《三百壮士》里面是人死的非常的美丽，很唯美。你是看到六块腹肌就全部都被他迷住了吗？不是。没有关系，可是这个片就是它可以设计出很多很好笑的画面，但那个好笑的画面其实它还蛮残忍的，可它就是有办法配那些音乐，配完之后的节奏，你会觉得它好笑，所以这个片我才说，我以为它会是限制级，但是因为它透过音乐跟节奏上的一些调配，让你觉得那些没那么残忍，很恐，明明很恐怖，明明很痛，明明吓死人的暴力的画面。你看的时候却会一直想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评审委是比较前卫、比较开明的，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很卡通的感觉，很好玩，所以我们让它急速放宽一些，不要那么严肃哈。虽然说明明里面每个都死得很惨，我这样讲完你会想看吗？会啊，会啊，是有激起那种是非常想要看的心智。因为这个片好，这再回到马修·范恩导演身上，因为他之前有提到，现在很多应该是娱乐大家的电影。它应该就是一个很通俗、很爆米化的电影，而你知道过去我们好几年来，因为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关系，他让很多英雄电影就是很讨论英雄人物的内心欲望等等等。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说其实观众也看够了，就是你一直要看这些英雄很累吗？所以他就透过《金牌特务》这个片，告诉大家说，好了，英雄也有很多劣根子，你看到那些英雄，其实他其实。他其实只是想要耍帅，也有可能。他其实只是想要把妹，他没有那么崇高的情怀，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心的挣扎。你可以很轻松的享受一部愉快的商业电影，就是透过这一部。我就是不跟你啰嗦，我开场就是一定会让你觉得看到你没看过的东西。然后里面你知道他们喜欢用英伦式的情节，就是那种讲话很文绉绉。那些文绉绉看起来很有礼貌的过程里面，其实都一直在骂人。对，很有趣啊，骂人不带脏字。而且我一定要说，这个片其实柯林佛斯跟山姆杰克森这两个人彼此之间那种亦敌亦友的关系，柯林佛斯是这些骑士团的某一个其中一个成员，山姆杰克森是个大坏蛋，就大家要去看说这个坏蛋是为什么做坏事而成为片中可以推动情节的那个人。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去看太多间谍片啊、情报员的这些电影啊，里面的那个反派的动机都可笑。就是你想想说，这个人是要干嘛？他这个动机，他想要报仇，想要干嘛？这些元素很难说服观众。可是《三秒杰克森》里面提出来，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反派的那个理由，其实是你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天哪，你第一集拍成这样，我不晓得你以后如果要拍第二集的话，你要怎么拍？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大家都会认同，而且甚至搞不好主持人你去看这个片啊，你可能会认同山姆杰克森的论点哦，你会成为他的追随者哦，是变成爱黑系列的追随者这样。对，你可能会追随一个
看起来很荒谬的一个理想主义，你可能会追随哦。所以这个片才为什么片中这个大坏蛋他可以说服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通通跟随他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派的动机才是让整部电影好看的地方，而不是说去讲你英雄有多厉害啊，多厉害，你没有一个坏蛋来陪衬你的话，你这个片你英雄不起来。对啊，你就想看你去看澳洲网球公开赛好了，如果是一面倒，你有什么好看的？你一定要看到势均力敌，最后要抢七嘛，对不对？那才会让一部电影好看。所以这个电影的有趣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加上你还有很鲜明的这些配角，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双刀女就是很鲜明的配角，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记得。对，所以这个片它里面有这么多你说是反骨或叛逆的元素好了，所以它会让一些进戏院的观众，他可以享受到。他被震撼，他不是声光效果而已，还有些情节上带给他的一些愉悦，我觉得这才是很多观众朋友想要进电影院，想要被娱乐，想要享受一个情节，想要觉得哇，还有更多，你可以再给我新的情节上所设计出来的高潮。我们已经看很久的电影，没有所谓的双高潮的电影了，它就是标准双高潮的电影。它到最后你以为那波高潮已经很好看了，就后面还有一波。金牌特务就是这样的片。是前阵子他比如说阿凡达也是双高潮，所以能够拍双高潮的电影都很困难。那马修范恩就其实特工联盟也做到了，所以我觉得金牌特务这个片是很适合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在过年啊这段期间可以呼朋引伴去看。是，所以不止他是在动作的设计上面有推陈出新，其实在犯罪观点上面他又在给你新的 feedback， 对不对？有，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犯罪观点很鸟啊，就是你可能这个反派的动机在某部片都看过了，那这个反派的动机其实追根究底，老实说他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才说可能很多主持人你可能会认同，为什么这片中很多国家的领袖他都可以认同，他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反派的动机是可以被很多人接受的。是，所以我们看很多电影的反派他可能都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理念，他是觉得他是要为全世界的人好。全世界人好。对，所以反派的动机可以让一部电影它有更好的一个张力。所以金牌特务在反派的动机啦，然后主角的成长跟他的一些有趣的情节，我觉得这正反之间的一些对立的设计啊，一叠一层又一层的堆叠上，而且还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奇怪的幽默情节，我就。不在这边说，大家进去看就觉得，我们都很讨厌有些电影有些很奇怪的置入一些元素，贩卖一些商品，对不对？我们记得某些大片可能在天台上喝个什么东西，然后拍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个片其实还甚至有嘲笑那种电影，你喜欢拍置入是不是？你喜欢拍得很清楚是吧？我就拍得够清楚，让你觉得太好笑了，是，这是导演的功力啊，因为这个。好，我们说图文创作好，不要说是漫画书好了。法兰克米勒本来做的这个作品就已经够了，那交到马修范，你可以炒出什么菜，对不对？他就可以透过摄影、透过音乐、透过剪接的节奏，让这个片看起来就是很行云流水般的畅快。真的非常令人期待的一部片。我讲完现在是不是要掏钱呢？哎呦，帮你花位置。是，非常感谢膝关节帮我们介绍《金牌特务》，谢谢膝关节，谢谢。乾杯的。兄さん、今日のブドウはどう？まだまだだな。焼けたよ。なんだあれは。お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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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めろ。ここじゃなきゃダメなの。バベット、吠えろ。ドバンケンだろお前。一日の終わりにはやっぱり乾杯。人の作ってるワインを勝手に飲むな。